郡主来了，今天来报一个两层的爆浆蛋糕。第一层选蓝色的，蓝色和白色，咦，掉了，蓝色和白色这两个颜色是我的最爱，搭配在一起也是超级的好看。哦，蓝色和白色在一起，我这个爆浆没有打得很稀，稠稠的，和这个蓝色是真的，它都不爆浆了。哦，好 ，OK， 还有蓝色。第二层用紫色还有黄色，这给我打厚了，用这两个颜色。哦，这两个颜色要好一点，没有那么厚。来，我们的紫色和黄色一起。哦，鲜了。哎，颜色穿插一下，好看。哇塞，加一点在上面，彩虹色，好看的颜色。OK， 还有这个柠檬黄，把它最后一点挤干净，因为爆浆的味道最好了。OK， 好，再来放几颗小草莓。下一个视频，我们来爆它，关注我。